我没有别的歌这么长啊。你们这个不能播吧？千万不要播出来，这样都不帮我打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邓紫棋。展览的 atas a， 我的秘密，多少个字？三个字还是四个字？你们不会数啊？三个字、四个字。啊 ？Walk on water。对啦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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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喝些 air。这个东西怎么咸的？嗯，好像小小邓吃到鹅肝一样。它的质感有点搞笑呢。Check hamper。Check hamper。Check hamper 多少个字嘞？这个的歌名会比较长一点。摩天动物园。哎，这样都不帮我打歌。你把我灌醉。新歌，我新歌还有五个字的吗？啊？啊？差不多，姑娘。喂，等一下，我明明就赢了，你还想要继续跳过去？哇，这个鸡太红了吧！这叫最辣的鸡吗？这一点都不辣，好不好？有点辣，微辣。它可能本来的那个是不辣的，所以三倍完还是不太辣。辣了，可以辣，可是。对我来说还好，我吃完那个三倍辣面之后呢，现在什么东西我都不觉得太辣。Tenda kong tang， 那不不 ，Tenda nok tang， Tenda nok da， Tenda nok， Tenda nok da， 这个是几个字？两个字，透明。句号。那我可以再吃同一个吗？是不是？不会，不会。两个字，透明。我想想，萤火，吹，泡沫。哦，泡沫就 biu 啊，不是，不会，不会。有哪一些是你有？有，因为是其他的吗？你知道，这些都是咸的，吃东西肯定是先吃咸的，再吃甜的。哇，这个这么长。对。Barapa John Peng Nak Bersama。Barapa Jau Pun Nak Bersama。Barapa Jau Pun Nak。Bersama， 摩天动物园，七个字，来自天堂的魔鬼。哈，我没有别的歌这么长啊。哈，我没有吧？多远都要在一起。念完这个就。不能在一起了，太远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嗯，烤面包。中间那个呢？是中间是那个牛油跟那个卡鸭。这个也很好吃。你要喜欢这个吗？好，我再答对我就吃。没有了。哦。这个还可以了，我吃了三分钟，现在才开始辣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榴莲泡芙。我一看就知道，你看它。有吃过吗？没有。哇，爆浆啊！就跟真实的榴莲贴近吗？
嗯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嗯。